my caca.百因必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我能采访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能接受男孩子化妆吗？我觉得男生就应该有男生的样子吧，要么别化，要么就。采访你几个问题吗？我是小哥哥。小哥哥啊，为什么要留长头发？因为比较酷啊。哦，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我不处对象。你不处对象啊？那你要找对象的话，你要找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？就不处对象。好。Hey, how you doing? Welcome to the candy shop. If you make me rock, you can get a lollipop. 师傅，哎，什么是爱情？我是叫你大兄弟呀，还是叫你大姑娘啊？随便叫。吐车上200。化妆美颜都不可怕，问题是，哎，她是女人吗？你滚！我是帮你们报复渣男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甜甜。然后今天不炸街也不变装了，就给大家出一期实力视频吧。这种卷，就是会比较简单一些，但前提是你得有一个，小巧玲珑、方便好使的电卷棒，像我这种祖传的，都磨成这样了。就是因为穷。滚。你加完这一边呢，再用同样的方式去加你另外一边，但前提是你两边的角度是相反的。边上就是发际线这个位置，这往这上面去，然后刘海啊，你可以选择往下这样来，这样扣进去。现在的话是加完的整体效果。拜拜。今天给大家揭秘一下抖音上小姐姐是怎么来的。首先你要画一个出门不怕被打的妆容，然后再来个渣女必备大波浪，打开滤镜美颜吹风机。Fantastic baby. Let's go.